袁国勇亦都建议市民要刻意记录每日嘅行程，一旦确诊可以更有效追踪密切接触者。都市人生活繁忙，记唔记得过去嘅行程呢？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呢个时间你做咗啲咩？上个礼拜呢个时间唔记得咯。应该我出咗去做嘢咯，记得阿 A 又唔记得阿 B， 记得阿 B 又唔记得阿 C 咁样样，即系好似有啲嘢遗忘咗。一旦有人确诊新冠肺炎，政府会问患者过去一段时间嘅行程嚟追踪密切接触者。但系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就认为，凭住记忆，市民好难记得去过边度，建议市民刻意记录每日行程，用手机录低晒你每日上过嘅公共交通工具嘅车牌，同埋你去过食肆，同埋你可能去过买嘢，去过街市嘅地方，你都影低咗嘅。咁当你真系有不幸有事嘅时候，即刻卫生署嘅同事就可以好快咁去追踪到所有同你有密切接触或者系有间接接触嘅人都即刻知道。有专家亦都话，市民可以凭住智能电话嘅定位记录同影嘅相，揾翻自己嘅生活轨迹。首先你要去你嘅相机或者个系统设定咧，开启翻呢一个位置嘅标签。咁有位置標籤先至會標籤嗰張相，你先會知道自己喺邊。咁其實每一張相後面都有個 metadata 喺度嘅，咁就會睇到咧嗰張相究竟嗰個經緯度啦，幾多號幾多點鐘，有冇改過啊？個 file 名幾多啊？幾大啊？咩都有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亦都正係研發一款手機程式，運作原理係市民去過邊度。例如是一座大厦，用程式扫描那里贴出来的二维码，手机就会记低。当那栋大厦有确诊个案，和使用者到访的时间又接近，就会发出警告提醒去做检测。政府就说正是测试手机应用程式的效能和安全性，日后市民可以自己选用定不用，而数据只会储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不会传到政府或者其他系统。无线电视记者邓文康报道。